Thank you.
Okay,
is that? Isang, open the front door, not here, not the back one. No, she's here. Toilet ah? I see, I see. Thank you.
事情，在哪里？很喜欢写的那些戏迷啊，他们是戏迷啊，这个要买买买买手机的那种，啊，这是很多看事情，每个人都是这样，他们都是去马来西亚去哪里找一个女孩子，华人的女孩子，华人的，可是呢，他们在做这种工作，哪里地方怎样，去气别人家，他们每个星期去看一次两次，跟他就跟这个小孩子联络关系。他们后都要大部分基于这个女孩子交给他们，他们把他们所有的钱都给这个女孩子，很普遍，是非常普遍的事情。啊，每个人都是这个。那为什么你没有拿一个？我拿一个吗？没有，因为我有儿子，他们结婚的，我们家里都不是。现在有一个大其他的事。
要再来，你再来我叫行不行？不打来，不打来，那再给我看看，叫一个工人女性的。哎呦，这个呢，开玩笑，你到位。呀，你是真的。简单的事情也能够应该怎么处理的？你还行。收七千吧。啊？七千吧。啊？他已经住十年了。他住十年了。他在那边几年了？七千块吗？你觉得？对、嗯。这么久哦。嗯。他又没有潮湿，他没有潮，在这边嘛，可以洗完就走。那跟我们来七千块了，你这边可以洗得清楚。卖什么？相差千亿了，相差千亿。难怪，因为，嗯，看看我经济啊，这地上也多也多的。楼上楼下。楼下。哦，这种啊。啊。应该怎么办呢？不用做东西啊，他在那边他没有讲。呀，是。他也不喜欢做了嘛。不，如果。我就是。也是。你如果你要高点，你要全部装修的。呀。不然你一点点也是你一次、啊、你住个8000哦，人家要比较好。嗯。住7800是差200块。呀，7800够人。哦。我住来着。7800是差200块呀。相差两百块，你可以交8000，但是他的要求高。啊，你一出8000，你们的要求就比较高了。不要了。好了，就是已经几千多块了。千一。啊。16%。很好。我听常委说，他又没有什么潮，他又没有讲这么做。哎，我看到话，哎呦，十年的，哦，啊，你不知道啊，时间过很快，很快，只是知道他来我们这边住了十年，啊，没有了，我不知道的，我那个发在楼上，我现在一个发，1204，几来住，1203，要差不多。很久，什么人？韩国不是他太太韩国吗？他在韩国，他是好像 French 还是什么？啊，是，有孩子吗？多大？啊，让我看看，是10岁，我记得。10岁这样的，他带一个生一个小孩子。哦，你记得，带一个男的来带生一个吧。忘记了，他现在生了一个
了，不管他了。啊，也是那个里面的水。好，哎，如果你要高价钱，新的会叫你做。等新的了。啊。也等他发了。麻烦又花钱又麻烦。哎呀，又麻烦了，主要是麻烦。啊，最重要啊，我做门的，最重要不要吵我。对，我们也是。要来吵。啊，我给你低一点价钱，你不要吵，你吵就算了。我的必须也是我这样出去住。能来过吗？Y'all.
去十年了。住十年啊。哇。那个行业是做发卡而已，办发卡而已，就什么东西发我叫我反正自己做。是的，是的，是的。啊，没有超过。啊，多好。啊，但是现在他不忘记我安住在路人，不忘记阿婆去弄阿，来，他还是怕我怕嘛。嗯。他阿婆呢，比阿婆还安住，不怕。Yeah, 现在要，谁的耳机？government 自己要吧。买了。为什么买？要
回去回去，我以为那个做冷淡。你有check啦，我有check，这样子我是靠你们啦。啊啦，只是你们签，只是签这个是一个 form， 一个 council 的 form。OK。So 我有check。OK。他是他的 deposit 啊，你看7000。No， yeah， 应该多少？7800。不过 bank say can remain the last time one， so I remain。And then this is 你用七千多给我们，不是，旧的还是在那边，the old deposit remains still remain the same. Yeah. I tell you what the reason. The main thing we all got cases we put new deposit. Then 他还你没有还我，我是不知道。你明白吗？就是意思按照那个。按照因为他。如果那样买上去，我就说，哎呀，新的 deposit 你要再加3000，好像3000个加进去，给你啊，好赚两个月。After that 啊 ，two years over， 你玩没有玩？我不知道呀。好，很麻烦的，因为他们寄 internet 给你，我哪里知道？那你要去查。我说 OK， remain the same。我差不是几千块是没有差。有的我那时候要新的钱都，那么以后他要搬出去，我们就要搬了。我们还这旧的咯。还那个旧的价钱呢？12800。原来的价钱呢？原来是6400。是吗？我搬去的。呀，6400，两个月就12800哦。呀。OK， 走。要穿吗？洗吗？不是，只要感觉多少？6800。啊，6400，这个以前呀，6400啊，他的 old deposit 是12800，12800。old deposit 是12800。I follow so because if not next time I also got problem。有还你没有还你，你加进去我都不知道。他们现在跟 OK。是现在我们说12800。呀，现在12800，你高兴？啊。那么那个是 remainder， 我以后还要还他那个。No。以前是他还你12800。哦。啊。应该是如果7800。高兴不必还给他。不必。以后他要换的时候才给我。就是啊啊啊！就是不过我不要换这个号码，因为 ，OK， 百万两个月哦，7800现在呢，15000，我已经通很快比我快。5000。啊。4600。对。对，所以我不要换15600，我换15600，该还你。transfer 那个 different 嘛，哎，他有没有 transfer 我不知道，对不对？哎，你们也是麻烦去 check。那么以后还的怎么还？这个是这个，那个是那个。有，以后你还旧的这个价钱呢？啊，所以我写上很清楚，还这个。以后还这个是还是旧的了？旧的。那么可是把新的租金加起来呢？租金是租金，租金跟那个 deposit 你没有关系。你写的好好啊，我写的好。呀，对，以后 deposit 我们是还这个，不是 according to 的租金的。啊，呀，因为这是我写在这边。Because 这个比较方便啊，我几个 case， 再说 ，I never receive， 啊 ，how do I know？ 啊，这个我本来知道。我是不 control， 我可以看你的 bank statement。好，收几千块的不要紧了哈，是那个是 deposit， 这你明白吗？就是新的 deposit。
deposit 是新的啦。这个新的 deposit 是一样的价钱，跟12,000以前他给你12,000。这个新的 deposit 也是留一的新的，那么可是新的租金是不同。租金是不同，哎，租金7,000。我们 OK， 租金7,000。OK。deposit remain the same。他有问我可以明明讲先，我就是说我要问我们啊，把给我，我觉得比较方便啊，我们等一下怎样去跟你查。我现在你三个科，三个感染全部不错，没有查我。呀，幸亏幸亏，那我讲我给你给我，这个很难讲。他把封封进去好了，封他好的概念。最麻烦是那个本，那个上回那个鬼东西叫鬼。哇，那个啊，我给他抄到要死了，而且他去考黑的，不好意思啊，给你设了。那你记得吗？他如果翻机翻译，那你不要我要跟。一定要好像奇奇怪怪的人都是你的，就是我们做人的也是我的玩好，每天无聊的人很多嘞。也一定就是这是刚才那个一样的，只是你的 information， 这个是那个association， 这个是什么 customer？ customer particular， 我们要做你的 particular 放在你的 file， check 他们没有 check 啊？哦，没有旁边的，那我应该先看哪里？在这边，这边的。
dumpling 那个 black 地板，地板我也要去看看什么是。是的。人家 restaurant 这些啊，我们也拿钱就不用做了。我拿钱不用做可以。哎呀！啊，你知道你可以 off tax 吗？对不对？可以吗？可以。报啊 ，income tax 是多少？啊，报 income tax 的时候你要 less 15% 呢。15% 还是多少？现在是 15%， 以前你要靠我的 invoice， 我给他靠够够爆发。他永远不必算了，后来翻过去。他现在比较好吧？他18000，78800，天啊天啊！哎，你看到那张图片，就是你。哎，我们现在哇，老人家还一公钱。对。他需要他家里还有爸爸妈妈，可是他自己一个人没有姐妹兄弟。有，他有一个哥哥，两个姐姐。哦，还有大家庭吗？他们已经结婚了吗？他没有结婚。不是我，我还有朋友，他们其他的都结婚了。还好啦，比我好了。今天不够没有。如果他的兄弟不好的话，整天来跟他，哎呀，我这个我需要，这个我需要那个嘞，就让人家去等等。把他的他的兄弟是不错啊，他的父母很老。多老？自己好一点好不好？你这样看起来好像是酒店。这么多可以。Yeah, yeah.
看新闻啊，新闻是一定要看啊，早上看晚上看而已的。就很多国家很强。你看那边多新闻都乱，你觉得好像不说叫不乱啊？他没有乱，他没有新闻给你看，他要跟你讲什么？每天哦，天气是这样的，你不是不要看他的新闻。广东的那个北部还有谁是来的？两个是谁？见不了了，只有那一个人见过。你没有啊？你没有兄弟姐妹？他自己一个人。有是他 sister 啦。啊？他 sister 是你。我的，我爸爸有两个老婆，我是小的。哦。他第一个老婆的孩子。啊。他有两个女儿，我全部有照顾的。有来往吗？有。跟那个有一个儿子，那个比较，但哦，他们的孩子我比较，现在还有跟他们联络来玩啊，很好的吗？这样很好吗？很好。来，我几个礼拜去他的家一次喽，哦，去吃饭呢。OK，啊，很好。那比较，我这个 nephew 我的姐姐的孩子，他的儿子。你自己本身，你第二个妈妈，你是第二妈妈啊，是一个。哦。你是你父亲的第二个老婆的，而且只有你一个。只有我一个。可是你还跟那个大老婆的孩子有来往很好吗？跟他们有来往，我们做人家钦差嘛。对。哦。主要是他们接受你，啊，因为你是小你小的老婆的，他们来接受你。很好，不错啦，他们是不错。一方面因为你能干，他们也看得很起你。他们也更能干了呗。我这个 nephew 是 scholar 来的。OK。OK。他们全部不错啦，他们的家庭，不，他们的孩子比较没有这么亲，只是他的女儿跟。跟你的关系比较好，那个儿子比较密，因为你不是我带上的，哎，我不是那样。有的，好，好，多少也有一些亲戚。对啊，而且要有contact，要有来往，不是只是说哎呀，没有。好啦，最重要的是我是有主保护我。哦，你是基督教徒。你每个星期都去啊？哦，哎，每天可以跟他讲话吗？哈哈哈有什么苦跟他说？跟他是真的，他就会帮你。你们要不要加些教啊？我的教他有怀疑的。不要，我们是没礼物，不要。我是不和你，不是和你。啊？没有，你看我们那边有人就送来。送来这个，啊，我这个是什么来？我的话就是新捡的，你有看吗？没有啦，不知道他们。这个是你拿给我们看的，我们都没去看。阿婷呢？哦，小婷哦，我是你，是你。你是哪个是 Christina？ 他没的啊，他们一直他很虔诚的啦，一大拜大拜去去那边。帮忙啊，做什么啊？应该跟他们做排斥。没有，他们老要我做排斥。不是做排斥，应该是一些爱打运动会是，啊，是不是？且让我做排斥哦，做排斥，对不对？我要求，不知道我们因为一直来都没有新。我们是华校的学生，华校学生。也不只是算华校学生，我这个呢。这个妹子也是华校学生嘛？那个谁
呀，你一定要整天在外面跑的。
Amen. Thank you.
我能不进一进。 那你看我欲望是怎样的？
面去呢？Saya tinggal wafau dia sangat biasa.
手掌。
猫咪灰色，顶有壳个，安尼，热，手指一阵，佮脚掌两把香，里面去哪话话，啊，包夹包夹包夹里面，叫咱去去解解，规间厝，手指拢拢安尼做，佮个脚趾，做进来看下掌两把香，还有顶有，日子无少咯，做做做做做做做，那个麻黄甲破土鞋。真侪，当你去做，你才会做越做越咸。政府卡上五百升。吓啦。真侪啦。啊嘛，我去卡上五百升，明仔日升到咧。一块厝，十月几日，十月几日做一顿，三个月结结结做，卡上五百升。升到头毛白了，升到，看那个神殿，那个跟人头像一个。
Thank you, boxing.
哎，你那讲电接买买我手机啊？有啊。哎呀，那个楼顶有个杯不？真是。
生产的环境的照片，然后他之前不想的，如果加上这个包数，可能大概有四到五个毫米。这个是包数。对对对，那顶上的这个主要是它的主体就行。对，但主体是不超过两到毫米。而且植物形态变化多端，它在生态系统中发挥着许多关键作用，可以减少风度偏颇，以及和岸边土壤流失，可以降低大气中碳和氮的含量，在热带雨林里可以捕获和循环动物元素，还能为小型动物提供食物和栖息场所。可以说，这些植物对地球生态系统的保护其实是做出了巨大的贡献，但它们往往被公众甚至环保人士乃至野外生物学家忽视，最后人民们对它简直是嘲笑。由于苔藓植物体积都很小，这对苔藓植物的科普也带来难题，所以这两个植物学家就借助放大很多倍的苔藓照片和绘画作品，让公众对它们的形态留下更直观和形象的认识。李世华在植物园管理处工作，今天他来到实验室，来确认他正在创作的一部苔藓画中白大藓的形态和生态环境是否准确。李世华和另外一位同事都是利用工作之余的时间画苔藓科学画，他们每天花两到三个小时，画了将近十年时间，两人的苔藓画创作有近百幅，其中还有不少获奖作品。李世华说，相比于照片，科学画能展现的内容更加丰富和全面。这幅画我是结合了37种喜马拉雅风格系统，喜马拉雅从山顶到山上的一些所有的苔藓，然后生活在树上的一些苔藓，然后生活在林里的苔藓，然后这里还有明管幼藓。明管幼藓其实是一个之前已经认定它是品种，但是我们在喜马拉雅是找到了它的合体。我还是有点喜欢苔藓的这个惰性吧，就是有点像它会与世无争，它会长在一些就其他植物，它会长在比如说树荫底下，它的光照也很少，又很潮湿啊。但是这种环境反而是它喜欢的，它也没有太多直接经济效益，一般人也不会去关注它。但是它在这个我们的自然界，在生态系统里头，它会发挥很大的作用。放弃的一节花就推动每一个方向，但是从生物来讲，那就更加没有没有这个界限，像这个花像兰，那就是山水相连的，它的种类都是相通的。那如果是我们山上能够在环境保护的协调啊，能够多做一些事情的话，那可能会效率会更加好。就是自己的产品的进口，拿到其他的保护品质，但是呢
是务实的管理工作者，现在只是为了选举而考虑两张。但我上到法院宣布，我不只是达到求偿精神，也禁止各部分人提案再度提名请求，但我是正确发出的号召，投票选举新总理。你宣布参选下任总统的美国前总统的侄子小罗伯特·卡在接受访问时称，你觉得2014年将获得声望，不仅仅工作不知道的乌克兰进行。各位亲爱的朋友，倒地时还跟着电，而部分电线杆倒下的地点靠近最初停留点。
据当地媒体报道，三家法律公司已代表受害者对夏威夷电力公司提起集体诉讼，指控公司明知暂停电力供应是有效防止山火发生的手段，但在强风警告生效并已经有不少电线杆倒下时，仍没有暂停供电，导致大量人民伤亡。诉状还称，夏威夷电力公司在架空电力基础设施的建设、维护、检查和运营方面存在疏忽。由于夏威夷电力公司或许对山火负上重大责任，加上其客户基础受损，评级机构标普将其评级下调至低一级的垃圾级，而公司的股价也在15号收盘暴跌了超过31%，股价跌至2009年以来的最低水平。另一方面，有民众质疑，尽管夏威夷拥有针对各类风险设置的紧急预警系统，但在拉海纳被山火吞噬几小时前，毛伊县当局未启动全面警报。夏威夷州长格林则表示，毛伊岛上的紧急警报器是因为大火的极端高温而无法正常工作。凤凰卫视综合报道。夏威夷毛伊岛的救援工作目前仍然在持续当中，目前救援正